治權，反奴隸治權，暴徒幫兇，阻差辦公，阻差辦公，暴徒幫兇，暴徒鬥兇。兩個月裏面發生了很多，不知道是真記者還是假記者，看到他們有些記者會阻住警方去執法，在前面那裡擋住，但是反過來一些示威的暴徒他們會打警察，會放火，用汽油彈又掟石，但是在報道裏面很多時候是看不到，即是示威者是阻塞啲交通，令到我們上班的翻工啲市民翻唔到工啦，可能要褪期啊，或者取消咗个活动啊。对于我哋嚟讲，工作上嘅话就有啲好大嘅阻滞啦。对于啲暴力行为咧，我哋系表达谴责嘅，都系唔赞同嘅。普通香港市民，我哋希望嘅香港可以继续繁荣安定，我哋可以即系开开心心咁样生活，大家都安居乐业，呢个系我哋嘅希望咧。